梁洛施开工爆有三男友，少少超人过敏。其实我唔系敲佢度门嘅，我敲佢个头嘅。变相怪杰，自从同少少超分手 ，Isabella 咧都系专心凑仔，但近排又似乎欺忍大发。上年喺台湾拍完张艾嘉到念念啦，寻日 Isabella 喺 Sky 18出席记者会，宣布今年五月尾就会同师傅做舞台剧《快乐蜜月》。演一个聋哑女仔，条件啊合理噶。我会而家飞嚟飞去做空中飞人，咁样去照顾小朋友。始终我都中意小朋友喺嗰边生活比较健康啲，同埋个人自己比较喜欢低调生活。因为而家做咗妈妈，咁心态上。的确是成熟了很多，早前还跟张艾嘉的仔仔 Oscar 传过绯闻，说单身了很久了，即是现在有我也有三个男朋友仔，我自己都很忙。会不会即是 open 的打算即是找个男朋友啊，即是听起来自己，现在暂时没有这样的想法了。以前就是即是爱情至上的嘛，以前我，但是现在有了小朋友，三个小朋友之后就冇了，即係想專心喺事業上。咁如果你話有嘅話，咁即係順其自然咯。但我諗我唔會好似以前咁衝動。但怕唔怕 X 唔中意你，拋頭露面啊？跟 Richard 已經，他不會不讓我做什麼，因為現在都是這樣一個 independent 的女生，所以。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，但工作还工作，仔仔仲细，要多啲照顾噶。